荷兰代表处发文庆祝国庆，不忘对网友下战帖。我已经跟同事说好了，如果在11月10号之前，我们的脸书能够有10000个粉丝的话，明年的1月1号，我们就会一起参加荷兰很有名的 New Year Dive。我跟同事会在冰天雪地里跳到海里面去，所以请大家千万千万不要按赞。听到千万千万不要按赞，网友当然群起来按赞。发文po出24小时，已经冲到9000赞，要破万根本不用一个月。这下网友纷纷敲碗，明年1月1号记得po影片。祝荷兰代表处玩很大，而近年我国拼外交也越来越有创意。今年8月底，我国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艾克斯将设立办事处。总统蔡英文脸书模仿外送平台广告，写下今晚我想来点普罗旺斯炖菜。外交部长吴钊燮写 Twitter 更是常出新花招。中国国台办推出对台26条措施，吴钊燮直接写注英文，呛中国看不懂。而不止我方，美国在台协会也玩心梗。为了庆祝换新馆，员工不顾形象扭起来，外交不再只是严肃古板，博君一笑更能拉近彼此距离。三立新闻刘婷、庄慧琪报道。